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，春要归去，惜春常怕花开早，何果红树，春且住，见说道，阴阳芳草不归路，愿春不语，算枝叶应晴，欢颜烛光今日惹飞絮，长满是雨准你佳期，一路而没曾有人渡，千金纵埋香如浮，默默此情谁诉，君莫误君不见，玉环飞燕皆尘土，闲愁最苦，休去忆未来，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，哇，这唱一遍就3:03，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，春又归去，惜春常怕花开早，何果春且住，见说道，天涯芳草无归路，愿春不语，算枝叶应晴，欢颜烛光今日飞絮。蛛网两个字写错，蜘蛛的蛛，珠子，蜘蛛结的网呢，写成钢了啊，温方钢，钢记的钢。长门是日准你佳期，也哦，真的悟了哈。峨眉曾有人渡，千金纵埋
香如芙蓉，默默此情，谁送？君莫误，君不见，玉环北雁。皆尘土，闲愁最苦。休去意未老，斜阳正在烟柳万丈。各位菩萨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刚刚在这里一阵鼻酸哭出来吗？是没有哭出来啊，一阵鼻酸，哽咽啊，真的哽咽，对不对？声音就发不出来，是，所以这个一些词汇都很有道理，哽住了啊。因为我刚刚领悟到他这里以前都没注意哦，所以你看读文，我为什么开这个读文的方法重不重要？你看我两手空空哦，眼睛看的一幕，就是你们现在看的，什么资料都没有。就这嘛，这原文讲解给你听，你看懂了，你会有方法去欣赏、切入，知道从哪里下手。就像我学这个数学开窍，原来都不知道怎么解题，突然就开窍了，就知道怎么解。怎么样？狭阳表是什么？啊，空间，自然界的空间景色，人是的呢？如果是人的呢？生命是不是也快要结束？对呀，所以我才一阵哽咽啊。辛弃疾在这里是说，不要去以为然，为什么不要去靠为难？通常我们以为然是干嘛？我也是刚刚觉悟了，以前还没想那么多。其实都七星大法上提你起，都是不见题目，只见关键字去想。你以为然，去倚靠一个很危险的栏杆，什么叫危险？因为不小心就掉下去嘛，那一定是最外头的。最高的，对不对？最高最外头来了，七星大法要来。高，你一直想到空间，想到什么？对啊，还是空间嘛。因为高，我问你，有时间的高，空间的高，没错。现在我是想不到时间的高，都是空间的。可是，都是空间的高有好几种，一种是在高楼，第二种高呢，到高处之后不是好几种高的关系啦，表格原理嘛。高，你到了高又危险的地方，是不是就没有遮蔽了？没有遮蔽，你可以看得什么一览无遗，是不是看得更远？对，以为然是希望能够看到未来，看到自己的前途在哪里，在生命的尽头之前还能发挥一己所长，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可是呢，狭阳，不要去靠为难。你看到狭阳一天朝朝暮暮，就好像暮气沉沉。人也到了晚年了，触景为什么伤情嘛？所以我才哽咽了。你看我没有任何参考资料，九阳神功七星啊，随便不用就算，单字想副词，相对位置相关之理，先抓动词找对主词。那斜阳你看这个更明显了。难道只是自然界的科学语言的斜阳吗？夕阳吗？他现在还有心情去看夕阳美景吗？夕阳无限好。然后为什么这烟柳断肠处？烟柳看得清楚，看不清楚；有烟看不清楚。柳呢？柳是送行的，对不对？送行就表示你要离开了，离开哪里？又来了，原来是自然空间语言的什么？送行，我送你到远方。现在呢？你看我那个安娜贝尔，她有一个用钱币遮住的那个叫送行者，有没有？现在谁要送行？我的生命要尽头，要把我送向轮回了，送向死亡断肠。为什么会断肠？对不对？那狭阳正在这个处是什么意思？对不对？这个地方处是不是到空间？你要想到我生命是不是就是到这个点？一个处是不是就是一个 point 一个地点的点？一个点当然也可以时间点，所以点可以用在空间，可以用在时间。
没有任何参考资料，随便你，而且讲不完的，我得忙别的事，这也不可能，要扯太多了，光这个两个断肠来了，你看啊，断肠哦，字形结构坚硬硬，你可以想到什么？虽然它这个是肠，肠当然别忘了，科学语言又只是物质生理的，可是我们五官都会通了，何况是器官？我们说你的心肠不好，所以肠就是心嘛，心就是伤心，断肠就是伤心，讲得完吗？寥寥几个字含蕴多少？就像我们叫今天看毕卡索的画或达芬奇的画，听莫扎特的音乐、贝多芬的音乐这些，为什么有那么多内涵内容？啊，教传给这些，你看刚刚那个认真你没看到，我特别差一个雷教授，对啊，我是雷教授，啊，你们是。雷学生是不是？再来，你看，这我只讲重点啊，还能够销，你看这是不是前后环？我还能够销售几番风雨的折腾，我快要完了，我快要送行了，对不对？送行是在柳折柳送行了，我还能更能就还能嘛，更加再进一步更上一层楼，我还能承受几次的风雨打击，对不对？好不容易带来的希望又过去了。匆匆春又归去，又来了，又是自然跟人文，这是我自己的希望。难道自然界没有春？当然有啊，触景生情。春又走了，表示我又老了一年了，老一年是不是离死亡又进一步？对呀、啊。那这里我以前读不懂，看注释翻译的书也不跟你讲。这其实哪一句断句？惜春，断在这，不是惜春长，春还怕它不够长。还会惜春长，可惜啊，万惜啊，好可惜，春天太长了，狗屁嘞！可惜春天在太短，就好像你过这个什么快乐的时光，瞬间就过了，哎呀，觉得好可惜，就是惜春，而且没有惜春长那个词，中国古典常常用的就是惜春那个词，就断句要断的是惜春长怕，长就是恒长，长就恒嘛，对不对？恒星长长就通这个。经常的常，那这个常为他为什么不写经常常写这个常？这个常跟经常常有什么不同？经常的常可以休息，我常常来学校，就表示我有时候不来。可是我常来学校，常住学校啊，你常住你就不能离开了。我们说常住世间，不是常常住在世间，常常住在世间是像佛菩萨、释迦牟尼佛来世间世间八千世界，要常住世间，经常的常。我们讲常住之间是不要离开，所以这个是没有离开，所以表示不是忧虑从来没有离开。你看那个讲得完吗？我常常，而且从总是，所以要翻成总是比较对，从来没有不 never 无时无刻不，没有一刻不这样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了，下一次跟学生讲无时无刻就是没有一刻，所以你不会说没有一刻爱你嘛，你会说没有一刻不爱你。然后怕花开早，因为我喜欢春天，喜欢这个你来春又来了，春天人是什么？青春嘛，年华，年轻是不是？怕花开早，花开得太早，那花开早来了，这讲春天，一个人就少年得志大好心，对错问题回而作，辛弃疾什么背景？他是不是少年得志？那时候意气风发，然后后来投诚到了南宋，就没想到被冷坐冷板凳。哎呀，这不花开得太早，何况落红而死。那花开早，当言下之意，科学语言他还是怕花开得早，可是这些花是不是都落红？又来了，科学和人文呢？落红表示怎样？它是不是也是落红？我们说当红大紫鸡，还有怎么样？过气的嘛。然后落红不就过去了？无数，无数就有表示什么？没有限制，不见尽头，看不到尽头。春且住啊，且就类似请，我们说且罢啊，暂啊，且罢且什么？那个且都有请的，春请你暂且的啊，它有请的意思，请暂时怎么样？春啊，请你暂时停下脚步吧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你不要走，不要走。郭树要不就这样聪明的吗？你不要归去，住就对归去，
见说到见谅见笑的见，见我来听听我见说到，听听我说到啊，这见就是请你见谅，见说到就听我说到，对不对？嗯，听我说，所以见笑就听见笑我，见说到不是说我，是说听我说啊，见说到啊，见就指讲话的自己啦，见笑就笑自己。见说到听我说，谁说到我说到，天涯芳草无归路，天涯芳草什么意思？你春天是不是长满了草，对不对？绿意盎然嘛，你已经没有归路，呼应这个，这以前也读不懂，我是看一本翻译的，所以我觉得那一本不错，可是他这里也没有讲，他是说天涯芳草，我说我原来都不知道，我以为来了，哎，这个很好，这个什么草对主持嘛，谁的归路？你看我们有没有举这个例子，找对主持。谁的归路？对啊，如果群音笑我，到底是在笑谁？主持要找对，没有啊。这个在我教材里头一定有提到，我们这里不一样。谁的归路啊？对不对？春且住。呼前说道，本来我都以为是天涯芳草没有路了，是天涯芳草把你回去的路遮蔽了吗？什么叫天涯芳草？全天下嘛，芳草长遍满了天涯，你没有回去的路啦，你就暂时停一下吧，等到有路了你再走嘛，就好像积雪嘛，这里是积草。所以我为什么那么激动，就是我以前程度哪是这样啊，可是我现在却可以笑谈看这些文言文，我多么希望你们也跟我一样，可是却被人家这样一直风凉话啊，这些可敬可爱的学生浮夸。新年快乐，谁快乐？快乐谁快乐？天涯芳草，谁的归路？天涯芳草无归路，天春传句留影青。像你们的这个教材我都分享，你点就可以到这里了。可是你看，听我说嘛，可是春不语。我就怨谁怨，是不是都主持谁怨？我怨恨，我更能笑，谁能笑我啊？主人都是孙气急嘛。这时候问你，待会儿跟他身世合不合，相不相合？我怨恨啊，我气，春天竟然不理我，不语是不是就不理我，不讲话，不发表意见，就等于不想鸟你，对不对？可是可以翻成不理，算只有殷勤。只有算就是算来算去，春天不理我，就像点名一样算人头嘛。算来算去，算到最后只有谁理他？殷勤的，比较有情感的，殷勤是修饰，话言上挂了蜘蛛的网啊。话言，因为他毕竟有做官，对不对？话言蛛网，那来咯，话言为什么有蛛网？他常常不打扫嘛。第一个有可能，这都可以想，可以想到好多东西。就像我们刚讲那一幅画可以讲出多少，对不对？那我这里只讲一个，就表示什么？虽然有锦衣玉食，可是人不得志，空有满腹的才华又能如何？就好像这么美的行子布满了这些蜘蛛网，就被糟蹋，对，一样的。啊，近日惹飞絮，这些蜘蛛的网子是怎样惹飞絮？什么叫惹飞絮？上下文很重要嘛。我没有任何参考书啊，
脑袋就一直在转七星大法、九阳神功，随便。上下文重不重要？你说每个都有写。来，惹飞絮，惹什么飞絮？什么东西在飞？落红啊，花红掉下之后被风吹，是不是就变成花瓣或者飞絮？有些是，只要你当科学研读哦，飞絮不是花瓣，那就太呆了，对不对？一是一，二是二，那反正飞在空中的东西可能都会粘，被粘在蜘蛛网上嘛。那个粘就是好像你看它把被动变主动，好像蜘蛛网去惹飞絮一样。那意思就是什么？把蜘蛛网粘化，好像它想网住春天，让春天，它也希望拦住春天归去的脚步，对不对？即使天涯芳草拦不住你，好，蜘蛛网，你看，不是我辛弃疾哦，你看，只有我们志同道合，你看，连蜘蛛它也不希望你走那么走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，我还想那个蜘蛛里头有个蜘，表示这个蜘蛛不是坏，也不是什么恶，脏的虫，表示知道的知。你看蜘蛛的蜘，字形结构又变什么知？只有知趣的人、识趣的人，知道道理的，他才知道青春的可贵，人才的难得，所以他才是希望网住这些人才，网住青春，让这些英才不要老去。人家冯唐老嘛，有一个成语，你看。你看，冯唐易老，自己看，空有满腹的才华，可是随着春天就归去了，对不对？断肠皆尘土了。好，我就讲这些就好，这后面还有很多很好讲。你光看我讲这两个部分的功力，自己说，随便，没有任何东西啊。你看有几个人可以没有任何东西讲出这些内容？那你要死背，慢慢背吧。所以你容易老人痴呆，用脑过度，用脑不用在好地方上，用那种死脑筋的死背，背的都是人家答案，自己不肯去理解，脑袋已经死了，僵死了。那当然早一点去入棺材做死人比较快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其他就是我卖关子了，反正我会就好，方法都教给你们，你们有兴趣再跟我讨论，没有我何苦？也不用说我啊，我尝试我自己带入棺材，这我不是也是冯唐易老吗？我也白头发了，我秃头了，所以我就说我有很强烈的预感，也许哪一天我就变成梵谷帝了，中国的梵谷啊，或者文学界或者国文界的梵谷。梵谷毕竟不是国文文学的嘛，他是艺术绘画。啊，阿弥陀佛，少造业，多念佛，大家道业精进，圆满心，准备继续来自修七家家了啊，阿弥陀佛。那我们最后呢，我们今天一开头的这一首，这个，因为我等一下也是要传这个，宏观心中好难好难受，几杯愁人涕泪满衣裳，却看青丝愁何在，满卷诗书细雨光。白日方歌曲总休，青春作伴好还乡，几曾把窗户下便下向阳向洛阳。你看刚才讲青春，天下文章一大抄，看到那个辛弃疾跑到唐代读，传首几杯，初闻涕泪满衣裳，却看青丝愁何在，满卷诗书细雨狂，白日方歌曲总休，青春作伴好还乡，
几从八下转五下，边下向阳向洛阳。几从八方歌曲奏响，边下青春作伴好欢笑。几从八下窗户下，边下向阳向洛阳。